的 NTUC 啊，平价直总超市来行销，也到生松超市了啊。那他看到了我们所举办的台湾蔬菜节云林良品周，看到我们这么多的生鲜蔬果都能够啊，拿到新加坡去啊，跟所有其他的国家竞争，那也对我们的生鲜蔬果啊，还有云林良品特别有兴趣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展现了整个的这个成果啊，那今天终于要封柜了啊。那这封柜当中不只是我们生鲜的蔬果，今天就是我们的这个牛番茄啊，要整柜啊，要到新加坡去。那包括呢，我们很多的云林良品啊，这次我们去生松超市所推荐的不只是阿甘叔叔，还有我们的虎霸王花生，还有我们的睡美人哦，啊这个米呢哈，通通可以到新加坡的生松超市啊连锁店来贩售哦。这摆四月底，咱馆长带咱过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过啊沉淀了哦，咱得到足大的回响。啊，定了以后，阮一直咧准备。伫咧大料啊，搁即鲜果，咱因为咱台湾是以早拢是伫咧韩国进口，即个一无简单打破这个僵局，咱就当用上新鲜的出口去新加坡嘛，得到真好回响。今天呢，主要的产品呢，鲜货呢，我们主要的亮点就是在牛番茄。那干货呢，它全部是亮点，因为这是县长带领我们去推广过后呢，所以刚刚我们为什么会讲说云林良品缺得打，也是我们带出去介绍的品项呢，客人都买单。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货柜的牛番茄，还有一个货柜的干料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的阿甘叔叔、虎霸王，还有的睡美人的米过去，总共这两个货柜。那明天还有100箱的林内的木瓜会过去。云林良品。